老板娘，老板娘，啊，来给你。一弟你好。是的。好久没来救过，还一弟。好久没来了，那不今天不来照顾你生意了吗？来给，兄弟们啊，今天来越南老板娘小卖部买根烟。这啥？这越南老板娘的什么？买根烟。五五。是的，五五五，细支五五五。我在越南这边四年了，四年一直都是抽的这根，都是抽的这种烟。多少钱一根？一万。以前不是一千、两千一根吗？怎么今天喊到一万了？谁让你八百年没来这里买了？买。八百年。不抽些烟呢？他说谁让我八百年没来买了？就是一次宰个够呗。所以一万也是不多的钱。点给点，点一点一点。啊，八百年不来买一次，来买一次必须。八百年了，这个一万你不觉得吗？兄弟们，这烟都涨价了，这该说不该说的，过几天都买不起了，走了。